你好，澳门真的去几次都不会厌烦，每次都有新鲜的体验感。没错 ，CC 我又来澳门了。关于澳门的旅行，除了逛澳门历史城区，其实还有个特别放松的旅行体验，那就是住在中和度假村里，拍照、吃饭、购物、休息等等，全部都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CC 这次就来打卡了全新澳门上府新中和度假村。上府新是澳娱中和旗下的全新综合度假村，在澳门旅行过很多次的经验告诉大家，这里也是澳门本地小伙伴给我强烈推荐的。除了里面的餐厅都是非常地道之外，还有三楼那座像凡尔赛宫一般的绿荫盛景花园，真的超级出片。上府京还能体验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美食，有乡村菜性的红盘，有精品火锅菜的味上，有澳港美食的上府京咖啡室，还有中式亚洲美食的八宝庄。大家赶紧安排一次澳门之行吧。